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了 Jupyter。首先，我们要做的是筛选提取出需要的这个特征字段啊，这里面呢就是 select columns 啊，就是我们想要的啊这些特征字段。当然了，这里面先把 name 这一列也包含进来，后面我们会把它删掉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执行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提取完以后的结果。这时候呢，就把一些就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些字段呢，其实已经就去除掉了啊。好，当然我们 name 还是在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接着下面来处理的缺失值。首先呢，我们是通过 pandas 这里面的这个 isNull 这个函数，然后去生成所有数据的这个 true or false 的这样的一个矩阵。那么显示为 true 的表示其实是有问题的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密密麻麻的，其实是比较难找到就哪一个是 true 的。但我们前面也说了，我们仍然是有方法啊，可以来处理这个事情。那怎么做呢？就是后面加上一个 ending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 age 这个字段是 true 的 ，fair 和 impact 也是 true 的啊，其他的呢都是 false 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三列数据是有空值的。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 sum 这个方法去看一下，到底空了多少个。age 有263个有问题 ，fair 是一个啊 ，impact 是两个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具体的去定位，到底是哪一些行是有问题的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出来的都是有问题的，像在这个地方是 age 是 nan 啊，就表示它这个是 null， 就缺失是没有的。然后呢，其他的呢，后面还有就是这个 fair 有一行 ，impact 有两行啊。那么这个数据量比较大，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找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就为这个缺失的这些值做处理。我们说了是什么呢？先去设置平均值。那么这个平均值呢是 age， 然后取出它的 mean 来，就是它的均值。然后呢，通过 fill na 这样的一个函数，去把所有的为空的这样的一些格子啊，去填上这个均值。同样的对 fair 做相应的处理，另外呢对 impact 我们直接就设定一个具体的值好了，因为只有三个选项。好，这样子呢就已经做完了啊，这些警告大家不用去管它啊，因为这个里面是一些版本的这样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编码转换，我们把这个文字表示的 female 和 male 转换成为数值0和1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模型做训练，然后同样的道理对这个 impact， 然后呢也把这个三个字母转换成为零一二。好，转换完毕以后，然后我们来查看一下这个前三行的这个结果。我们说了这个 sex 已经现在就是零一表示 impact 呢也是数字了。另外呢，我们就是 name 列真正训练的时候是不需要的。我们前面保留呢，只是为了让这些数据呢看起来就是更具有意义嘛，这我们知道是哪一个嘛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不要呢，通过这个 drop 啊，然后去实现。好，实现完了以后，这时候就纯粹的只剩下数据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把作为标签的这样的一个就结果要预测的这个数据 survival 分离出来，后面的这七列是作为特征。好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把 pandas 的数据，就是它的 values 拿出来，这个呢是一个NumPy 的数组，然后呢对它做相应的这个处理，找出后七列特征值，然后呢第一列就是也就是下标为零的第零列是标签值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特征值目前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呢对于标签值来说就是零和一，好，然后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要做什么呢？做标准化，好，对所有的特征数据，借助于这个 scanline， 然后呢，它的预处理的包，然后做一个标准化。好，处理完毕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处理的结果。啊，这时候确实是所有的数据都是属于零到一之间的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走完了整一个数据预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。然后呢，为了后面更好的去使用啊，让代码更简洁一点，那我们这边呢定义了一个数据预处理的一个函数，叫 prepare data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，具体的其实就是刚才的一步一步做完，
最后返回的是标准化以后的特征值以及呢标签值。好，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就已经把泰坦尼克号的数据预处理的这个工作呢，具体怎么做的都讲解了一遍。到后面呢，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基于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数据，去开始通过 KDES 建模，然后呢做预测。